真的在乎吗？我这杯酒太值得的。了 <noise>，我这昂贵的美酒做杯，不知不觉不敬杯。你真的卑贱吗？我这色彩太是体贴了，我这盲人你叫 Not yet. Not not yet. 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Oh. <laughs> wow. 苦难行军时期啊，随着朝鲜的国防工业整体向着核岛转型，你别说组装飞机了，大修任务都不多了，这里就逐渐转型为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基地。十年前阅兵时，朝鲜展示过几个在这搓的中小型无人机，后来啊，还有一些直接飞巡南朝鲜侦察，甚至有飞到青瓦台附近的。你如果夸张点说，简直就是怼着朴槿惠脸上拍的。尽管啊，他们的技术性能不甚先进。 其任务载荷基本就是某型民用相机，但也算是一个足够低端廉价、损失得起的产品，而且为朝鲜搞无人机的机体呀、发动机呀、遥控这些积累了经验。这厂子转型之后，真正的高光时刻还是五年前，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第一枚火星十四远程弹道弹在此完成总装发射。说到方阳机场的无人机，这回这个呀画风是明显不同，一看就是正经的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你跟边上运五比量比量，运五的翼展呢是十八米出头，机长是十二点七米。这无人机翼展大概是二十米，机长约九米，跟翼展十八米、机长八点五米的彩虹四接近，还对大一圈。我知道一说这个接近呢，大伙都不困了。但彩虹四早就是一个行销海外多国的型号，老客户什么沙特、伊拉克啥的不说了，往西边卖到阿尔及利亚，往南面卖到印度尼西亚。 是东京一度北纬一度都卖过去的。二零二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也收到了五架彩虹四。朝鲜呢，跟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关系都不差，逮到机会啊，真去学习一个不是难事儿。同样是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当时朝鲜劳动党八大报告里头提到了完成无人机攻击武器的设计。在二零二一年十月，朝鲜举办的“自卫二零二一”国防成就展中，又展示了一些小型无人机。 If it is uh, the case that there are these Chinese companies supporting uh, Iran with either uh, you know a copy uh, of, of an engine or another kind of a system used uh, in, in some of these drones then it does open up uh, the, the Chinese to exposure to US sanctions so that issue, of chinese material support to iran's drone program will hav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larger series of issues that already exi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in particular china and america. 嗯,全球的戰友, 昨天的话，我们讲到了李家超感染这件事情，然后里边提到了这个连累友军的事情。习近平为了战略的政治智慧，人家是病了，不清楚王毅和李显龙那边要做何解释。我们后面等着继续看。那今天的话，郭先生就说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话，他是因为害怕不去沙特，找了李家超患新冠病毒，这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那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警告，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靠实力的，所以说如果想灭共，那就灭共的组织就一定要有实力，所以我们要好好发展自己的实力。坏人有实力，好人就更得有实力，才能够打赢这场仗。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习近平的话，他这个今年年底一定会灭掉三尾舰，而且这是可能是他最后的。 G 二零和 APEC 是他最后的人生巅峰。那以后的话，中南坑里头这些王八们还要互相咬。那最后的话，这个再加上习的身体，可能撑不过明年。我觉得这是对所有人的一个这个普菊花已经不行了。那这个习太阳要是也撑不过明年，哈美内伊已经死了，这个世界没有了他们会更加的美好。 那就是说，中共他对于这个沙特，啊，对于他这几个邪恶联盟，朝鲜、叙利亚、呃沙特还有伊朗这几个国家，就是说他这个，尤其是我们先来讲这个朝鲜这个小弟，这些国家里面，朝鲜是距离中共非常近的。然后的话，这个在这个导弹问题上，在无人机上，郭先生也说了，其实这方面的新闻，如果你去找，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最近的话，朝鲜要发射一枚洲际导弹是吧？可能打到美国这个本土的话，那这件事情又引起了争议。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尽管这是个没有用的会，但是中俄仍然强烈反对这个美国的意见。为什么这个朝鲜这个时候发导弹了？除了郭先生说猪肉的需求、粮食的需求、各种物品的需求，还因为朝鲜今年。 粮食危机仍然严重存在。朝鲜危粮食危机，它不是只存在今年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三个集权国家，就是所有饿死饿死人的发生大饥荒的国家都是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那这个去年、今年加上明年，明年朝鲜经济也不好，那在这种需求下，它只能跟中国。 伸援手，那你跟中国伸援手，那你就得帮中国做事情。那让你发导弹，你就得发导弹；让你弄朝鲜半岛，就弄朝鲜半岛。这就是充分没有实力的要求。就是说，中国的话，今年已经这个要他要求中国无偿援助三十万吨粮食，无偿援助这都是有条件的。他不是说你我我我给了你粮食，给了你猪肉，你就什么也不用干。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而且这种。 如果说中共不倒，那么明年朝鲜可能还会是在这个捣乱的一个份子里边，作为一个小弟仍然在那跳啊跳。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四五七无人机，一直没有想过要去讲一讲朝鲜的无人机，因为总觉得朝鲜国的无人机有什么可讲的呢？那大家看，就是这个左边这幅图里边。 这个是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号的时候，那这个无人机是在这个韩国军方捡到的这个无人机，啊，这个整个的是朝鲜的样子，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的简陋，但是其实这是一六年报道出来的情况，但其实的话就是说，这个在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朝鲜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那么。 飞到了韩国进行观测，它当时没有进行打击，它只是来进行侦察的。那你看这个形状的话，仍然是这个比较落后的，有点在我们看来像玩具，甚至像中国的无侦一，就是那个靶机，大家记得吧？就是之前我们讲无人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就像一个模型一样。你看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图杠幺四三无人机。 也是一样的，跟早中共早期，它是完全的用这个苏联的无人机来这个设计的。那这个呢，它就是一二年的时候军展的，一七年的时候军展的时候展示的这个 MQM-107 杠的靶机。那就是说，它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说它公开展示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看起来，就是说是无人机里不是那么先进的。 那然后的话，就是说，朝鲜的无人机最开始是我能找到的记录，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的记录是二零一零年，大家记得吧？就是说，二零零九年苏斌把这个这些美国的技术偷回国以后，那二零一零年中共就已经开始往外边给朝鲜那边啊、呃、一些不太先进的无人机，所以二零一零年八月朝鲜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这个。 到了，呃，我们来看啊，这个是韩国军方，它是朝鲜无人机拍到的这个萨德基地。那在这个萨德基地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这个仍然是拍的相对比较清楚。这是韩国人展示出来的情况。那他在二零一四年的三月和四月的时候，仍然发现了。这是二零一七年，你看他的这个图像的处理能力就已经相对高清了。 就它可以看得到这个萨德基地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展示的那种，就是 MQM 杠幺零七改改装了以后的，叫幺零七 D，那这是一种这个啊、呃、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就是那个韩国就，就是说你看很早的时候，一四年的时候，就韩国的媒体就说。 朝鲜他根本没有能力自己生产无人机，饭都吃不饱，谈什么无人机？但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就想这个，二零一四年习包子不是已经上台了吗？就已经开始想着布局全世界了。朝鲜半岛弄无人机，而且它是有这种自杀攻击式的无人机啊。朝鲜的无人机呢，它是其实是一九九零年代开始的，它基本上都是参照中国还有苏联的这种形式。 那然后一二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这个自杀的无人机，就是刚才给大家就是他阅兵展上展示的那一款无人机。后边的话，他还有一一就是还有几款无人机改造的各种系列，包括俄式的这个 VR 侦察无人机这些等等，就是中共的，就是朝鲜的无人机一直在发展。那朝鲜的无人机。 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很重要哦，是昨天的新闻，就说韩国这个月开始，那他对这个朝鲜的无人机开始出现那种干扰器系统，那个整个的系统叫 Block One，这种系统的话，一直到二零二六年才结束。那你就想，如果说朝鲜的无人机一直停留在 MQ- 杠幺零七 D，或者是这个二零一四年。 就是这种侦察到的无人机方面，韩国没有必要，他要发展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干扰器系统。那韩国的无人机到底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了？就说他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就被郭先生说中了。那我们就接下来看，这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啊巴基斯坦边境。 发现的这个无人机，大家可以看，在克什米尔，在查马和克什米尔边境。那么，韩国的无人机已经能有七个这个炸弹，是吧？在这个，在这个呃巴基斯坦边境，这个就是整个的图片，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哇，大家就觉得这款无人机跟我们之前所有的这个报道展示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一款无人机的话，这个旁边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是这个样子，然后携带的这个弹药。那在这个里边的话，就是我们小看了朝鲜，就是很多东西你仔细去看，中共它的布局如此之深远。就说它是中朝，然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买中国的无人机，前面的视频就讲过，很早就开始买了，就在那儿就就为了搞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嘛，还有。 对付来来压制印度啊之类的，就是地缘政治需要。那另外呢，就是说想不到这个朝鲜还跟巴基斯坦勾在一起。就是说，你看这种独裁国家，就是说这个鱼找鱼，虾找虾，独裁国家也只能找独裁国家。那这个朝鲜跟这个巴基斯坦，他们两个还有这种深深的合作。而且朝鲜的无人机，它还能携带炸弹去巴基斯坦帮他来搞事情。 最关键是这两个国家自己经济也不行，粮食也不行，啥也不行，都是靠中共资助的。那中共就是利用他嘛，就是流氓嘛。巴基斯坦，而且朝鲜的话，这个中共的外援基本达到百分之五十。当你看到能携带七枚这个炸弹的这种无人机的时候，你看这种机型，这是你再看看这两款大疆的机型，把这两款组合起来，不就是这款中间的无人机？ 所以说，中共给这个这种邪恶的联盟，什么巴基斯巴铁呀，是吧？什么这个北朝鲜啊，提供无人机，这个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说韩国他才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干扰器系统，从而来保护自己，保护朝鲜半岛的平衡。这是在亚洲的情况。那这个。 中共现在他绝对不会放掉东中东这一块儿，中东一定要乱，中东乱，他就能够这个搞油、搞气、搞能源，然后的话再在,在这偷偷摸摸想搞美国。虽然说这一次又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那不意味着他不干别的事儿，他拉拢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大家看啊，这他其实他拉拢三个国家，我不好意思，我忘记了画叙利亚。你看，伊朗、叙利亚。 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那伊朗跟沙特他们是宿敌，这种仇恨的情况从一九七零年就开始了。伊朗革命最主要是伊朗革命以后，它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嘛。那政教合一的国家，他希望整个在中东地区那这个推广，而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家是这种就是啊、呃、比较老的这种帝国嘛。那 他就跟他，当然他们两个主要是政治一，就是宗教派信仰的宗教也不同。你可以看到，这个在沙特阿拉伯逊尼派，他是要超过百分之八十一，而伊朗超过百分之八十一都是什叶派。所以说，因为宗教这件事情，他们会有这个战争。再加上脚上的这个叙利亚，这三个国家他都去支持。那你想，他这个为什么要支持这个？ 非常速敌的国家呢，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独裁，而且都是这种专政，也没有什么所谓真正的民主。另外一个，这个叫两相制衡，两条恶狗是吧？你不要一起联合起来打我，你们两个，这是这就叫制衡。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话，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两个国家就就开始不一样，然后到二零零三年。 到二零二二一一年，到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总之这这一个国家就一直的有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且之前美国谈判的时候，昨天我们也讲过，就是美国和沙特之间他们是有交易的，那这个不是不追究那王子的那个啊、呃、这个罪责了吗？法庭文件也不追责，这肯定是交易的一部分，应该还有其他的部分，但是这个今天郭先生没讲，但是。 而且那个里边，就是美国也向这个沙特讲了，说伊朗对你有威胁，我可以帮你，这个有这个安全上的这种承诺。这就是为什么都是这个去这个跟沙特有关系。那这个，那你想他制衡两个国家是吧？他是怎么制衡的？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看他二零二二年说，就是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已经完全不再避讳世界了。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新闻，就是他说这个与中共的合作如何影响无人机领域的进展。你看他一边是吧，给这个伊朗提供这个无人机合作，一边。 就是在沙特已经有三条彩虹无人机的海外生产线，三条，而且那是一七年。那现在有多少条我们并不知道。就说中共它在海外在中东地区有它的无人机的生产线，这一点是坐实了吧？而且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轰炸伊朗的无人机，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子工厂，就是中国是给伊朗的无人机。 提供了这个相应的这种发动机。那么现在伊朗被制裁了，也制裁了中国的几个公司，但是仍然没有特别追究中共的责任，啊这就说明这个中美之间里边还是有一些勾兑的。那为了，就是说中共他为了制衡，当然也为了这个更大的控控制所有的地方吧，他不光给伊朗炸弹，给朝鲜这个导弹，他也给这个沙特导弹。 就说郭先生不是说了吗？沙特的导弹都已经完事儿了，换了一遍了嘛？你看，二零二一年就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四号，那沙特的话就已经从中共那儿就是得到了东风系列的导弹，只不过是具体到哪一个系列这个没有说清楚。就说这一切事情都在静悄悄、安静的进行。呃，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就是说。 你说这个中东也好，这个沙特也好，那他的这种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次再次被人提起。就是今年的话，其实就是在从十月份开始，那到了十一月一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那么伊朗的飞机呢，它用的发动发动机是操控是操复制品，是德国的。 发动机的复制品，待会儿会给大家细讲。那这个公司叫什么呢？你看英语的话，一般我们要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翻译成北京什么啊、呃？威视啊、呃，飞行这种啊、呃，无人器的控制系统。但是他把这个英文单词给它完全变成了汉语，叫做北京麦克普特，麦克普特。 就是在这个里边的控制系统，所以说，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英文直接翻译成汉语，你是搜不到这家公这个啊、呃、这个公司的。然后它是抄的是人德国的这个发动机，而且用在这个撒黑、ah e、的啊幺三六里边，就是就是去对这个乌克兰进行这个能源、进行军事设施、进行民用设施水坝来进行攻击的这种飞机。 这里边的发动机就是中国提供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将来追踪起战争罪或者是协助的话，中共一定跑不了。它可不光是提供一款无人机，那么第二款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是这个呃，就是撒黑、ah e、的幺三幺一样的，就是它也是中共提供的不同的系统的发动系统。那你到这个 BMP。 北京这个麦克普特这个无人机的控制公司，你能看到有三款无人机、MD、5, MD 50,：M D 杠二七五、M D 杠五五零、M D R 杠这个二零八，这个不同的发动机。那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发动机是怎么被人抓到的，就是中国中国山寨的这种，它其实也不是山寨，它就是无人机那个它的发动机是。 抄别人的嘛，就是说他的那个撒黑的幺三六，现在正在这个俄乌战场上用的那个无人机，他用的发动机就是上边的这款，叫做 MD 五五零，他的这个呃这种发动机，那它这个发动机的话，刚才就刚才新闻也说了，它是。 基于这个德国林巴赫的发动机系统制造的，他自己根本制造不出来无人机。而且中国中共已经获得了这个林巴赫不同型号的 L550E 的设计，只是马力方面稍作调整。就是说中共他，你想想他这个布局是非常深的，就是他从德国抄技术，你以为抄德国就完事儿了吗？那是不肯定不可能的。就是有一款这个沙黑的杠幺三幺。 他用的这个 MD 二零八，它的这种转子发动机啊，它是英国的这个 AR 杠七三幺型发动机的仿造版，就是说，他从德英这种欧洲发达国家抄过来的这种发动机，然后这个拷贝文件，然后给这个伊朗，伊朗再把这个制造出来，再去援助乌克兰，形成了一条供应链儿，大家看见没有？因为伊朗跟俄罗斯。 是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那你想，这种供应链儿，它要怎么周转呢？它要避过很多东西。壮语说啊、呃，北朝鲜就是跟着希特勒的一小流氓混混，美国出手收拾，他嫌脏了自己的手啊、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大家就像郭先生讲的，呃，中共在在中东这么布局，很多情况美国是不知道的，只有打痛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这个最后的话，他就是如果希特勒自闭后，金三胖一定会夹紧尾巴，夹紧尾巴是一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想他就是这形成了一条供应链，那这个供应链是怎么来周转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条供应链是怎么周转的。那在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说，啊、呃，就是。 伊朗之前不是给大家讲吗？说伊朗跟这个沙特是吧？这个他如此的，就是中共要在这个里边，就是中共控制中东，控制俄乌战场，让整个的情况呢动荡不安。那是怎么样动荡不安的呢？就说他为什么又给伊朗？哦，汪汪，上面一个，上面上面一张，就说中东的俄乌战场。 他是怎么样动荡不安的呢？就是说，伊朗的话，中国他给伊朗。 这个提供各种军事支持，然后给中共这样，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年的八月份，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就已经开始写了报告，就像郭先生说的，就是美国内部其实有一些情况是了解的，只是他不是完全了解的，而且在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说他发现了，就是中共他整个的话，在整个阿拉伯国家。 那么他都来卖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而且让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战争。因为假设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叙利亚也好、沙特也好、伊朗也好，他们每个人都买。伊朗买了五架，那这个沙特就得也得买，因为他们要打仗嘛。所以整个的中东就为了这个购买中共的无人机，互相之间都要这个花更多的钱。 所以说，而且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话，它主要是袭击这个沙特的油田系统，而且不光是沙特，还有这个阿联酋。那再有一个就是说，袭击还要袭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啊运油船。这个前几天的新闻大家也知道了，就整个的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在伊拉克的军队，就所以它伊朗在这个位置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它可以干很多很多的脏事儿。 就是他整个在中东，那中共在中东，他就是采取一种制衡，然后去挑动整个的地区，我就让你这个不安全，然后的话，这个大家可以彼此制衡，然后让世界都来关注，好把他自己的罪责逃掉。那这个俄罗斯跟伊朗，对吧？现在就已经完全这两个被制裁的国家，现在完全不遮遮掩掩,掩了，就是说在这个。 这一周的十九号的话，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一个秘密协议被发现了，就是伊朗的无人机是从中共那儿拿到的技术，甚至是生产线。好，他现在把这个弄到俄罗斯的土这个国土上，在俄罗斯那儿来生产无人机，来这个在俄乌战场上最后一搏。那这件事情的话，接下来我觉得那国际社会。 他应该是对伊朗有更多的制裁，而且在这个里边的话，那你就想一想，这三个国家中俄伊，它就是这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就是在所有邪恶的事情上，他们就因为这种利益就紧紧的抱团儿。那刚才也讲，就是说你这三个国家如此的紧密，那你是怎么把这件事情就是给那个给做成的，是吧？你中共。 你得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得有个中介。你你肯定不能说共产党主动去找别人说，那我卖给你无人机。他一定得有中间的商业，而且某一些方面还要合规。好，那就有这种军民的融合公司，或者说这个企业来偷窃这个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啊、呃，北京的那个麦克普特无人机的飞行器的系统。 这个公司，那这个呢？它就是成立于这个二零零一年。然后呢，你看，就是它不同的版本，它为了就是应该怎么说？它为了就是宣扬自己的产品，而且尽可能的民用化，它是不掩盖的。在二零零一年刚开始的网站上，它说了，它这个这个公司是干嘛的？专门从事国外先进无人机飞。 飞行控制系统就专门做国外的生意嘛，而且是做这个俄罗斯 S T A 三 X 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全球总代理。他最开始代理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那好，然后你再往下查的话，就是说，你看他代理的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啊。然后你再往下查，你就可以看到，哎，有一个网站叫中国的军用无人机联盟，他提供的。 这一款这个撒黑的用的 M D 杠五五零，包括 M D R 二零八，它都在这个里边。那也就是说，它自己说明它不是一个民用的，它是一个军用的无人机的这么一个联盟。因为旁边的这些软件、这些残骸，这个就是中共在伊朗的无人机炸碎的这种残骸嘛。但是你再去看它现在的软件，它现在的网站。 一零一年早期的网站还说自己专门做国外先进的无人机，到现在他就开始说了，主要用于科研，这不就是军民融合吗？什么科研呐、啊、新机验证啊、海洋海事监测呀、啊、探矿啊、气象啊、农业、石油，把自己说的多无辜，对吧？但是你你再来看，他是不是有这个 MD 五五零 M？D MDR- 杠二零八无人机发动机，而且在这个里边，他说他是授权代理商，那他授权代理商，他就可以通过这个直接卖给伊朗了嘛？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他关于无人机这一块，他不光是俄罗斯的全球总代理，他还要弄这个加拿大的哎无线通讯产品，然后呢还要买美国的。 Extend 这么一个无线通通讯产品，然后后边还有这个发动机，这个估计也是抄袭了哪一个国家的，就是涡喷式的发动机，仍然是授权代理商。那这些发动机它有没有用于其他国家的这种独裁国家的无人机代理上？一定是有的。然后我们再去查这个公司，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话，公司规模差不多有四十九个人，注册年份二零零一。 那然后保证金什么的也没写，主要是做这个无人机配件这些方面。那然后，那你想，他只是在中国卖，那怎么转到伊朗去的呢？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记得，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公司，他在香港是有办事处的。那他是他是通过北京、香港，甚至在其他国家，这个在这个秘鲁的办公室这些地方。 然后他有一些新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再去查，这是国内的战友查到的，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它的实际成立的年份是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八号，它的地址是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华严里四十楼四零九，然后注册的人民币是五十万美元啊，五、呃、十万人民币。然后呢，法定代表人叫张学军。 然后现在的地址在北京市昌平区什么东小口镇天通苑二十栋啊多少多少号，这是在国内可以查到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他以前注册的这个地址，啊，你你放到这里面搜，放到谷歌里面搜，我找这个图就花了半个多小时。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三十三栋。 一直到这个四十四十四栋全部都有，到四十九栋也有，但是你找不到四十栋，你找不到这个四十号楼，那你再把这个四十号楼输一下，就又变成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家明白了吗？就是他层层的把这种东西包裹在一起，让人根本找不到这个具体的公司。以后的话，不管是制裁也好，做其他的事情也好，就是。 你如果不去仔细的去搜索，你是发现不了的。然后这个不是加拿大的这个无线通讯公司吗？你看他在香港有总部，在广州有办事处，在秘鲁，就是拉丁美洲嘛，人家在秘鲁还有这个办公室。那你就可以想象，通过如果通香港做贸易卖不出去，还可以走拉丁美洲嘛？因为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并没有被制裁。 然后你看他下面代理的产品里边，第一个就是麦克普特无人机公司，这个就是我们想到的一个套路，就是中共他是怎么样的通过香港来，香港在中间不光是情报，还是各种的科技这么一个中转中心，然后把很多不让他卖的或者受到制裁的产品他给卖出去，就这个作用就跟华为非常像，香港。 是吧？他从香港走很多东西，这个就只是我们就在短的时间内找出来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就是中共他对于很多事情真的是处处处心积虑的来做这些所有的打算。那这个伊朗的话呢，他这个不是因为有无人机吗？然后又有中共的支持，现在的话又说不定生产线也过去了，然后又有导弹的支持。 所以说，伊朗的话，它整个它就在这个，呃，在中东是吧？经常搞破坏。刚才说了，破坏油，然后这个以色列、伊拉克都要去威胁。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以色列呢，他们是也是有这个有所察觉。今年的十月份，就是天天干坏事儿，天天走夜路，一定会踩到别的东西。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以色列。 就把他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迪马斯那个一个无人机场，给他那那个地方不光是无人机场，他还有很多的武装设备，还有各种配件，还有弹药，整个给轰炸了。就今年的十月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伊朗他不光是管这个，他还特别坏，他把叙利亚跟黎巴嫩的边境那块儿也要搞乱。 就你可以想象，伊朗就简直是个臭蛋，一条鱼兴了一锅粥。然后呢，在这儿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炸无人机这次，它不是说十月份就炸一次。那这个七月份的时候，以色列就把伊朗的无人机工厂给炸了。那俄罗斯就没有收到相应的无人机嘛？不是，它用伊朗的无人机都有一阵子就不够了嘛。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是因为七月份他把他的这个工厂给炸了。 那你想，这个伊朗他也不会就是束手就擒，就坐在那儿乖乖的等着人炸，是吧？最关键的是以以色列，就前几天的新闻，大家记得吧？以色列的一个游轮在阿曼湾被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给击中，这就是作为一种报复嘛，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整个伊朗，整个中东，他就是要在那儿耍流氓，加上中共，而且中共现在还派人派各种通讯，建立他自己的通讯系统，来做更多的坏事。所以说，郭郭先生把这件事情爆出来，就是也希望世界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那能够对很多事情加以防范，不要每一次都等着别人把你的脸打肿了，你才觉得痛。 这是伊朗的无人机。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亚洲、只有中东、只有非洲、只有拉丁美洲才受到威胁吗？美国本土、美国的首都都有中共无人机的影子，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今天的新闻啊，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参议院、参议院他们就非常震惊，就是说在华盛顿地区 （D.C.） 就美国的首都嘛，他这个。 就是上空的这个限制空域内，都有几百架这个商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民用的无人机在这儿飞过。很多人他觉得说啊，这也有可能是被骇客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就是大疆无人机，你以为它只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吗？错，它在佛罗里达州上空也是一样的。这是这个去年拍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 美国政府，它虽然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政府下令禁止购买中共制造的无人机，但是到二零二零年的时候，那像这个美国的联邦啊、州啊，还有一些执法机构，仍然严重的依赖大疆无人机。这个之前给就讲无人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因为它的无人机比起美国本土、比起很多无人机要便宜很多。 同样的无人机查打一体的无人机，你在美国的话卖的这无人机的价格那是上亿美元，但是你在中国买那就是几千万，他能买好好多架呢，所以说它价格优势也是一样的。而且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州，就不光是华盛顿 DC，不光是佛罗里达、加州、德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所有的公共安全机构都有中共的无人机。 你就想一想，这件事情就中共的渗透，它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就是你说他蓝金黄也好，你说他蓄谋已久也好，它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大家要想一下，就说这个这个没有说，就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发现有炸弹的无人机的案件，我没有说这个事情跟中共的无人机有关。但是这些无人机一旦被黑客给这个攻击或者操纵，它是可以携带炸弹的。 它是可以制造恐怖事件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如果世界不灭共，就是你美国本土，你也不要觉得安全，没有谁是安全的，大家全都是一样。美只有美国有这些无人机吗？欧洲没有吗？连乌克兰之前打仗的时候都依赖大疆，对吧？一直到三月底，他发现那个大疆是不对的，就是他对更有利于俄罗斯那方面，才在乌克兰禁止了大疆。 所以说，世界的醒悟是需要代价的，这些代价往往是人命，往往是经济危机，往往都是受害，受害更多的都是普通人。那这个，因为你大家就从无人机这方面，你就想到中共把全世界弄得个乱七八糟，全世界都笼罩在时刻要害怕，你知道吧？因为你中共不定哪天就要干出什么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放的视频一样。 就是我，我要引领世界，带领大家走向新的一级，而且他这种这种方法的话，会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威胁。当然，美国他们现在可能还没有醒来的特别彻底，但是中国人你是必须得醒来了。今天郭先生也讲了，说在中国社会，共产党把所有的老百姓就分成两种，所有人，一种你就是工具，一种你就是奴隶。 如果你是党员，就是工具；如果你是军人，就是工具；其余的人就是奴隶。你要是老人，你就自己去死；你不死，国家就帮你去死。如果说你不死，那还有别的方法让你死，对吧？器官移植，大家看，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国际肝》杂志，它进就是把一篇文章给进发了。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五百六十三例。 肝移植的器官来源伦理证明不清楚，也就是说这些肝脏你没有办法证明它到底是哪儿来的。那你说这五百六十三个肝脏是哪儿来的？现在是不是疫情封城着呢？这肝脏哪儿来的？你再想一想，中国死了多少人？这件事情是他报道的那个样子吗？五百六十三个肝脏，一个人就有一个肝吧？这些肝是哪儿来的？他说不清楚。 然后再联想到，就是前呃，就是前几天、前两天吧，就是说中国的这非常年轻的学生，湖北呀、啊、江西呀、啊、浙江啊，是吧，都有这个学生，尤其在武汉，学生就失踪了。这不是在武汉第一次失踪人啊，那将近五十多起的中学生离奇失踪，你想一想，你你你随便，你你你你过个马路。 马上都能有人纠正你，你你过错了。为什么这些人失踪了就没有任何信息呢？而且这个最关键是，今年统计的话，就是中国今年安装的这个摄像头二点二十七点六亿部，再加上之前的十多亿部，就平均每个人每个中国人都有两到三个镜头的监控。 这些人跑哪儿去了？你说你不知道。你你在中国，你随便骂一句习近平，你躲你躲，你看你能不能躲得了？为什么这些人他这些人丢了就没有了呢？对，在这个二零二零年的时候，中国的走私的人口数达到了一百万。这些丢的人到底去哪了？他们的器官在哪儿呢？没有人知道。那就是说，你老的你就去死，残疾人就去死。 如果你要是这个有政治意见者，像新中国联邦人这种，那就得更得找一个理由，是吧？你比如说你精神病啊，或者是其他的让你消失，那你消失的途径要么就是死，要么就是做这种器官移植，根据你的身体情况。而且中国人卖器官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韩国。韩国有很多富人，他的肾脏有病，他移植不了肾。 所以很多这个富人，这个韩国是有纪录片的，他们就到中国的东北，在那边去做手术，在沈阳那边做手术，然后用中国人的肾，这些肾源都是哪来的？而且那些人他往往在韩国，甚至在其他国家根本等等不到器官，但在中国就能有。所以说中国人真的就是奴隶，你就包括那些党员啊，那些党卫军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看你的血型配不配，看你的肝脏好不好，看你的肾脏好不好。有机会的时候，那解放军不也要给那些中南坑的人不也要移植器官吗？所以说，中国人你不反抗的话，你是奴隶，最后的下场就只有死。不管你做什么，最后的下场就都是死，要么饿死，要么隔离死，要么跳楼死，要么就移植器官。总之就是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说，就这个世界上就有一群非常勇敢的人，他们站出来，在世界上公开的向世界宣称，就是中共他祸害了世界，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然后把那种中共在国外的那种呃给干脏活的，还有那些中共的白手套，包括这个单伟健是吧？还有他的儿子单博，那么这个整个新中国联邦人就来抗议。 有在加州的西部的，这个有在呃旧金山的，有在洛杉矶的，在日本东京的，在纽约的，是吧？还有在康州的，还有在这个地铁站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一群人，就是大家都是退无可退，我们一定得灭共，就是你不要说为了别人，就为了自己也得灭共，为了自己的活路也得灭共。 而且就是在这儿的话，就是再多讲两句废话。就是我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叫中国人？因为这个国家叫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因为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中东为什么叫中东？你去看原来中东的地图，他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 我们都是中国人，那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来自中国人的特质啊，就是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是新中国联邦人，一定要懂得我们在共同的这种呃目标下灭共的目标下，我们不能自自我为中心，我们要尊重别人，要这个包容别人，要爱护战友。这样的话。 才能够大家一起走得更远，因为中共前面我们讲，光从无人机这一个点，你就看到中共的布局是多么的深，它需要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才能够推翻中共。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可以凝聚。所以说，每一个新中国联邦人都要更加的尊重别人，爱护战友，永远不要担心别人的光芒遮挡住你。如果说有两颗太阳的话。 世界会更加的明亮。你不要想着说哦，有他那我的光芒就被遮挡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人是彼此包容，那么互相支持，然后一起来把中共推倒，让每一个人都过上真正的有尊严的这种生活。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前线的这种战友，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每来自不同的农场，大家齐心协力站在一起。 这样的话才是这个新中国，呃，这个未来的希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非常感谢推流的汪汪，感谢制作海报的奥丁，感谢素材收集的 US 台湾山口麻衣、文叶、大树、文彩、艾米和来福福，也感谢推广组的山姆、英英和文刀流。然后再一次向前线，在寒冷中来。 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共，啊、呃、斗争到底的这些战友们向他们致敬，啊、呃，同时也祝大家明天感恩节快乐。我们永远要感恩战友，永远感恩爆料革命，永远感恩每一个人的付出。再次谢谢各位战友，好，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Yeah. Hey.